来，刚刚直播去开了3公里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一颗，那个啥，肌肉力训下开的螺丝，敢不可以试试？来，先放大，有进来了。啊，这边哦，这边，我这要修掉，啊，这头颈这，我们刚刚有把它擦干净，接下来来看这里。你多少我也好惊到，也还好哦。这是我好胖的，跟上个影片比看看，这个不好的，我看你的体格中间这边。是不是歹嘞？还是残留？其实这个小块会老呢，这不才知道是残留，现在，因为他的后来肌肉滤芯有拆掉嘛，啊 sensor 有换在上面，啊他这个车就是拆下来，这边会有油在这边上面的，所以嘛是不是讲改清气的。刚才讲到底在老，看无诶。看起来毛毛的。米胸就还好，米胸这边原本看湿湿，原本看湿湿的，后来这边干了。这边的，现在看到真湿湿的，起码看还好。哦，倒会帮出来一点生意的。我忘记了盘了，这个不晓得是残油还是新的嘞。滴管，这边小块可以捞，你看，我们再去过一网摘了。啊，这边，有什么收不完？那就啊，再观察。哇、哦！